小伙伴们注意看，随着新版本的更新，漫步机健身器材来到了蛋仔岛，所有玩家都在开心地站在漫步机上锻炼身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再开心了，不要再开心了，因为漫步机来到了蛋仔岛，却让我们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你们难道不好奇它的到来，让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的这两个道具究竟是什么道具吗？首先来看，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的第一个道具，它是梅花桩。如果你还记得梅花桩，那么请为被删除的它点个赞吧。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蛋仔站在梅花桩上可以练习自己的身体平衡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梅花桩上惊险刺激行走的时光是多么的愉快啊！而曾经梅花桩所出现在蛋仔岛的位置是在蓝色摩天轮的后方左侧。可是这一切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我和学姐发现在蓝色摩天轮的后方左侧已经没有梅花桩了，它已经被删除了。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不信你可以试试。Later. 再来看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的第二个道具，它是鸭子温泉。有多少人还记得在鸭子温泉的水池里面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汽，想想曾经一跃而下跳入在鸭子喷泉中泡澡的时光是多么的快乐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曾经鸭子温泉所出现在蛋仔岛的位置是在蓝色摩天轮的左侧。可是这一切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我和学姐发现在蓝色摩天轮的左侧也已经没有鸭子温泉了，它也被删除了。所以说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漫步机健身器才来蛋仔岛了，因为所有蛋仔玩家永远失去了两个道具，他们分别是鸭子温泉和梅花桩，我真的好伤心难过呀。